好啦，而家我哋一齐制作开口钮啦。嗱，首先我哋预备一隻七寸同埋九寸大嘅纸碟，我哋将七寸嘅纸碟对接噃。然后将另外一只大的纸碟，好像这样在个边缘位置上钉在一起。然后我们画出头顶过多的部分，跟着就可以剪出来的了。跟住再攞多一隻九寸嘅纸碟，对接剪开去。好啦，剪好咗之后呢，我哋又再对接噃。跟住画出耳仔嘅形状，剪出嚟。哇，睇下一对一模一样嘅耳仔喎。跟住我哋再用钉书机钉好。然后我哋就可以上色㗎啦。我们可以用广告彩上色啦，但是不可以开得太稀的，因为这样会容易上色得多。而颜色呢，如果想有柔和的感觉，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白色作为深浅的调配的。风干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红色的画纸作为口腔。而我们可以利用圆形板来画出眼睛的噃。如果想有层次感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两至三种的颜色来勾画。之后我们就可以修饰耳仔和头发了。在修饰头发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固定好头发的位置，先再作修剪的。而头发的物料，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爱的选择，或者好像我们这个示范这样都可以的。
头部完成咗之后呢，就可以制作身体㗎啦。我哋将条毛巾对接，搵出中间嘅位置，钉上去开口偶嘅背面喎。但记住啊，毛巾呢就唔能够选择太厚㗎。钉好咗之后呢，我哋再将毛巾上面嗰两个角咁样钉埋佢。之后再用橡筋促成两隻手掌喎。跟住再拎两条较厚嘅卡纸条卷好再黐埋，大约系四隻手指卷一个圈啦，手指公一个圈。钉上去口嘅后面上下位置作为操控之用嘅噃，细圈喺下面啦，大圈就喺上面。哇，你哋睇下，一隻咁可爱嘅动物咧就完成咗啦。